好，各位1、2年班的同學仔，蔡主任咧喺呢度同 Big Boy 一起咧，祝你哋生日快樂喎！咁咧，我哋咧送一張生日卡俾同學，希望同學咧除咗生日快樂之外啦，都可以咧繼續努力學習。我哋都知道咧係喺疫情嘅關係啦，翻唔到嚟學校。不過相信同學咧都會喺學喺屋企裏邊咧積極學習嘅。祝大家學業進步！大家好啊，我是陈慧兰老师，我咧喺度祝1月同埋2月生日嘅同学，好啦，各位同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希望大家咧嚟紧咧可以精神奕奕啦，然后咧精精灵灵咁样翻嚟学校，同老师同埋同学一齐上堂。各位1月、2月出世的同學，你們好，我是黃老師，祝你們生日快樂先。但是呢1月、2月最開心的了，因為就是你們的生日的月份，又是慶祝新年、農曆新年這樣。但在慶祝之餘，記得感恩你爸爸媽媽和在天之父，因為有他們才你能夠帶你們來到這個世界上面的。所以在這裡再講多次，祝你們生日快樂。咦，终于见到你们了，是你们了，1月2月生日的同学仔，祝你们生日快乐啊！虽然迟了一点，不过李老师都希望你们有一个美满的生日，在这里送个蛋糕给你们啦。各位1、2月生日的同学仔，你们好啊，恭喜你们又大一岁了，生日快乐。今天我请了一位特别嘉宾来贺你们的生日的，他就是獨角馬先生啊，他有些事想跟你们说。各位生日的同学仔，你们好啊，我是獨角馬先生，祝你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希望你们越大越聪明，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好，一至二月生日的同學，你們好啊，我是洪老師啊，咁洪老師喺度咧，祝你們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快高長大，學業進步啊，係啦，咁啊，雖然咧啱啱咧就過咗個新年啦，咁我哋咧而家陸續慢慢翻嚟學校啦，咁希望咧之後我哋翻嚟學校咧就可以同同學咧再分享你生日依份喜悦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啊，你點樣度過依個生日啊，有冇收到咩禮物啦？咁我哋翻嚟學校再見啦，拜拜。咦？點解你喺度嘅？仲有你哋喎、啊！啊，我知啦，因為你哋、佢哋同我都一樣，想同一月同埋二月份生日嘅同學仔講一聲。咁我希望咧疫情快啲過去，你哋一齊翻學校，我哋一齊上堂，大家開開心心繼續學習啦！拜拜，耶、yeah!！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 Miss Lam 林雪芬老師。今天我想在這裡祝1月、2月、2月生日的同學生日快樂，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還有每天都開開心心。 Miss Lam 都很希望可以快點可以在學校見到每一個你們，大家新年快樂，拜拜。恭祝1月、2月生日的同學生日快樂，希望大家都好像牛一樣牛壯力健，身體健康，學業進步，希望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地上學，恭喜了。